先放下，好不好？把双手交给我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我们主讲人蔡康永，谢谢。因为刚刚都没有进来过，所以现在先很惊奇，说啊、哦，怎么台上有这么多人啊？你们有买比较贵的票吗？路都没有了，现在我吊钢丝进来。好，那个你知道周杰伦最近演唱会票卖得太好了，结果连那个演艺圈的人都没有位置可以买了哈。我会跟他讲说，其实台上可以坐人啊。然后你们就会随着周杰伦那个升降台一下沉下去，然后又浮出来，然后就有一个人会被那个钢筋一直顶到天空中去。好，今天呢，来这边演讲是因为我出了一个新书。我最近啊，在网络上登了一篇文章，然后